开经本，主空神记诵第九首看起，智慧无边际，习现度国度，光明照世间，妙音似见佛。这是深远妙音主空神他的赞颂，在前面长行我们看到啊，他得的法门是普见十方智光明解脱门。这是表说法啊，那我们在赞颂这个赞颂里面呢学习啊，智慧无边际，这句话了非常重要。我们学了佛之后啊，才晓得人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求觉悟啊！所以孔老夫子，他老人家常常也反省，也在思维啊，人生在世，究竟啊？是为什么？他老人家最后的结论呢？一句话，不如学也。学就是觉悟啊。我们在佛法里面看到的，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小乘四果四相，大乘五十一个戒位，无非是步步高升呐，提升自己的品位啊，怎么提升法呢？提升自己的觉性呐。这是非常明显的为我们显示出来了啊！儒家没有这样明显的启示，在佛法里这么样的明显啊！所以我们真正要觉悟到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皆是菩萨学处啊。菩萨这个名号是从古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觉悟啊。那么由此可知，真正发心求觉悟的人，这个人就叫做菩萨。佛法里头殊胜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它真的是民主自由开放，佛不专制，佛不执着啊。佛的经典绝不是说非佛所说的不能称为佛经，佛没有这个说法啊。佛说五种人说经，他都承认啊，五种是五类呀，每一类里头又不知道有多少啊。可以说一切众生所说的，只要与佛的宗旨相同，
佛都承认这是经啊，跟他所说的没两样啊。什么样的原则呢？从觉性里面说的就一样啊。啊，从迷情里面说出来的那跟佛就不一样了啊。佛的迷情断尽了，所以说他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实在讲，情跟智是一桩事情迷了的时候叫他做情，悟了的时候叫他做智。所以转迷为悟啊，转情时为智慧呀。迷情做主，这叫凡夫；智慧做主，这叫圣人，叫佛菩萨。那么由此可知，转凡成圣，跟转迷成悟，转情成智，说法不一样，境界意思完全相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智慧无边际，我们的迷情也是无边际。啊，下面讲习性住过度啊，迷雾都一样。现在的关键呢，如何转迷为悟啊，转情为智，这个工作是神圣的，我们自己要晓得转，同时也要帮助别人转啊。世间迷的人多啊，悟的人也不少啊。如果悟的人遇到缘了，他成就很快啊，确确实实能在一生当中完成人生的目标啊。华严经上你看看善财童子给我们做榜样。善财是什么人呢？他是表法的，善是表有善根，他有善心，他有善念，他有善行，这个人有善根呐。财表福德啊，这个人有福报啊，有福报他才能遇到缘，殊胜的机缘，才能遇到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好的修学环境。啊，最胜的缘，无过于这三桩事情啊。这三桩事情要是遇到了，哪有不一生成就的道理呢？啊，所以佛法确实当生成就的佛法啊，特别是华严啊。中国过去确实有几位高僧大德啊，想办个华严大学啊，由于社会的动乱、战争的频繁，没有能办成功啊。
华严是佛法的根本法轮，它的教义分开来就是大小乘十个宗啊，合起来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无比的殊胜啊。一定要用真实智慧习现诸国度啊，我们今天住在这个地球，至少要示现在这个地球上，啊，我们的光明，光明就是觉悟，觉悟的生活，觉悟的工作，觉悟的应酬，觉悟的生活啊。一定要照世间呐！啊，这个照世间就是佛在经典上常讲的为人演说。啊，这就是光明照世间。啊，妙音菩萨修学这个法门成就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最后一首，佛为度众生，修行遍十方，如是大愿心，普现能观察。啊，诸空神这幕后的这一首，是光遍十方诸空神呐。他得的法门是不动本处，普现世间。啊，本处是什么？是讲的真如自性啊。是说的如如不动啊。啊，就是讲自性本具的定慧，定是福，慧是智。啊，遍十方就是度众生。这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诸佛菩萨他们生命的意义就是广度众生，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啊。修行是修给众生看的，真修啊，它有实效啊。啊，让众生明显的看出来。命运转了。啊，了凡四训里面讲个改造命运呢。诸位想想，这个世间人，哪一个不关怀自己的命运？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不管是信宗教不信宗教啊，恒古以来没有一个众生不关心自己的生命，不关心自己的命运啊，
一切众生都有这个念头改造命运，他不知道怎么改法了。啊，觉悟的人知道，这就改了，你就改不了了。所以，佛为一切众生展现出一个觉悟的样子，那就是修行便是法。啊，在一切时一切处面对一切众生，啊，展现一个修行的榜样。啊，因为能够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啊，修正错误的想法、看法、做法，得到圆满的果报啊！啊，佛会圆满了。这个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事业啊，究竟圆满的善行是佛行，是菩萨行啊，佛菩萨的生活，我们选择了这个行业，选择了这种修行的法门，这是无量劫来稀有的因缘，自己要明白吧。自己真的明白了，自己才充满了信心啊，信自己，信老师，信道德。这个道，佛菩萨所传之道啊，我们真信，依照这个道修行，成就无量无边的本能。修道是因啊，德是果报啊，德能是果报啊。这个经典上常连相合起来讲，德相，德相是果报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世间人看相算命都常讲相随心转啊，这个相要广义的说，不但我们身相啊，愈转愈好啊。啊，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人看人爱，人看人欢喜啊，佛以相好摄受一切众生啊，让一切众生见了佛舍不得离开他，听他教诲呀 啊是摄受众生的一种手段呐、啊，不是自受用啊，要有自受用，他还有我见我相。没有，完全没有啊！诸佛菩萨所示现的全是他受用，没有自受用啊！啊，我们初学的凡夫，我执没破，我见没断啊，念念当中啊，还有自己。这个不要紧，只要你觉啊，为什么呢？破我相我执啊，那是啊上一层的功夫，世出世间的学问
总是要从基础上下手啊。所以今天纵然还有我见我相呢，没有关系，只要认真肯学肯学求觉，这个我知我相啊，决定是随着时间而降温的。不知不觉当中，潜移消融了，不需要去刻意去断了，自自然然就没有了。到几时你自己感觉的没有了，你的悟性就大开了，教下讲大开圆解，宗门讲大彻大悟啊。这个时候利益众生那是肯定的。第三句讲如是大愿心，这个大愿心就是四弘誓愿啊。诸位要知道，四弘誓愿第一愿是目标目的，后面三愿呢都是佛菩萨的实现，就是修心便十方啊。烦恼无尽誓愿断，是转恶为善；法门无量誓愿学，是转迷为悟；佛道无上誓愿成，是转凡为圣。诸佛如来做如是示现啊，普现菩萨看出来了。诸位要知道，他能看出来，他入这个境界，他不入这个境界，他看不出来啊。我们在般若会上看到须菩提尊者，在世尊日常生活当中，你看看须菩提亲近释迦牟尼佛，到般若会呀，那至少亲近有十几二十年了，十几二十年常常在一起都没有看出来，这一天突然被他看出来了，这赞叹的稀有世尊呢。他看出来了入佛境界，他要不入佛境界，天天跟佛在一起看不出来，不是佛这一天特意给他做表现的，佛天天如此啊，我们哪一天看出来了呢？哪一天你就入了佛的境界了？下面我们看第五段主封神在前面我们读过，这个一般用现在的话来说呢，主持各种运动，这一些的人才风啊，就风起啊，在佛法里面讲呢，应无所住啊，二生其心。
啊，封神它是代表方便法门，佛家教学的根本，所谓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主封神特别代表啊，方便，方便的力很大了啊，大风你千年老树都能把它的根拔起来，显示出方便的威力。啊，他们的德行，佛总结一句说：戒情善灭我慢之心。这一句我们总得要把它记住。啊，这个在四象上它所表的这个境界也是很深很广。请看经文。佛此无碍光明诸封神，得普如佛法及一切世间解脱门。菩萨的德号无碍光明啊，风总是表无障碍的啊，诸位要知道遇到障碍呀、啊，要懂得方便，方便呢就通过障碍了，就破除障碍了啊。那么一般用风用水来做比喻啊，老子所谓上善若水呀、啊，水能不能挡住呢？这里把它挡住，它从旁边流了啊，它不一定要从这边流。哎，你这挡住，它从这边流；这边挡住，它从那边流，它总有去处。这叫方便呢，方便有多门呢？归于无二路。啊，最终水一定流到大海。哎，这就是归元是大海呀，无二处啊，方便真的是有多门呐、啊。那风比水呢就更为明显了，风说无孔不入啊，极其 微妙的那个小孔风都能穿过，水穿不过风还能穿过啊。我们从这些表法意思里面去体会啊，所以佛法是活活泼泼的法，不是一个时代版的法啊。菩萨的普如佛法及一切世间呢，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告诉我们，以方便风啊，或至日光，智入身法而无障碍，身入世间而无形象。这个我们要学啊，我们要能够懂得将自己的智慧方便入深深教海啊，啊，我们的身
要入世间，为人演说，啊，而无形象是什么呢？不执着自己，《般若经》上讲的三轮体空啊，哎，这就是无影像啊。帮助众生，教化众生，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就像风一样的，没有障碍了。障碍从哪里生的？着相。啊，着相你就生烦恼。啊，总要记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就示现给我们看，有佛就有魔。啊，魔是什么呢？魔是对佛所作所为嫉妒的人呐！啊，世间迷人多啊，心量小的人多啊，看你做好事得福报，他心里难过啊，他要想种种方法来折磨你、障碍你，这就是魔。佛菩萨确实有高度的智慧，善巧方便，把自己的低势降到最低了，还有人嫉妒啊！社会大众啊，认同赞叹你，不嫉妒你了。什么人嫉妒呢？同行相忌啊！提婆大多要不出家了，那就不会嫉妒释迦牟尼佛了。啊，他出了家了，出了家看到佛受这么多人的尊敬，他看到难过，他想取而代之。啊，所以这一句话总要记住：同行相忌。啊，世尊已经在同行里面表现降低到最低的这个程度啊！你看他一生不见道场，不做主持啊，不做一个什么领导人啊。虽然有不少人跟他学，成为一个僧团这个团体，释迦牟尼佛自己的心态永远保持大家在一起同学啊，啊，大家在一起都是同参道友啊，这个完全降低了。我们在经典上从来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那个姿态高高在上。啊，我是领导人，你们是被领导的，释迦牟尼佛没有这个念头啊，不要说没这种态度，念头都没有啊。他心目当中确确实实山河大地一切众生啊，皆成佛道。他流出来的是一片真诚恭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偶尔也有同学来跟我讲，某人说法师的坏话，啊，我听到这个话呢，立刻就制止，不可以说，不但不能说，
心里头有这个念头都不好。为什么呢？把自己纯净纯善的心破坏了，这是自己受损失。如果你在宣扬的时候，你把这个佛教形象破坏了啊，所以佛教着教我们破活合身的罪很重，那活人是一个僧团，比僧团更大的是我们佛教在这个世界上的形象，不能破坏啊！永远记住，家和万事兴啊！他纵然对我有误会，对我有批评，啊，甚至于真的恶意的回报都不要紧啊，我们听而不闻，不放在心上，自己反省改过自新啊，修养德行呢，把自己往上提升了，假以时机，对方将来他慢慢听到了，我们是这样态度，会感化他啊。如果听说别人诽谤，我们听着心里存了怨恨，错了，我们必定往下堕落啊。为什么呢？把自己的清净心破坏了，自己再有嗔恚心，再有报复心，那就不得了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是自害害他了。我们学佛学到哪里去了呢？啊，学佛的人决定不去毁谤另外一个人，至少这是起码的功夫啊！哎，你真的学到了。看到别人恶行恶事，佛教我们怎么做呢？莫宾，莫宾就是不说啊，一句话不说。看到别人善行赞叹啊，别人不善的时候决定不说。这佛教给我们的，他老人家自己人表现的啊，绝对不把别人的不善放在我自己心里头啊，让我自己纯净的心变成不清净，纯善的心变成不善，这个不是自己在造业吗？啊，我们修成纯净纯善呢，祈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肯定得生呐。常常想到，我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呐。啊，这个世间人有是一什么这个小小过失，何必去计较呢？啊，何必放在心上呢？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所以身入世间而无形象啊，那就是我们这个身心是透明的啊。我常说，我们现在大环境不好，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诱惑非常严重，这个力量非常强大啊！如果不是善根福德深厚的人，敌不过啊！我们要如何熏修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加强熏修
啊，日夜不间断，我们才能抵得过，才能不受诱惑。啊，诸位一定要清楚，世间种种法都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如果你自己不想出轮回，可以，世间种种善事你可以做。如果这一生真觉悟了，轮回太苦，无量劫来在这个打转，我这一生下定决心肯定要超越，那就非学佛不可，一定要接受佛法常识的熏修。啊，我们才能去有救啊。再看第二人，普现永业诸风神，得无量国土佛出现显广大供养谢他们。啊，我们看看清凉大师的注解，他说菩萨以求菩提之大心呐，持称真之共具，等虚空之广大，不爱四之繁多，二以全法之身，一念共无边之佛，彼锋利无不成也。这个话要加以解释，否则的话呢，一般人听到很难懂得他的意思。啊，那么最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求大菩提的心。啊，求大菩提的心是什么呢？就是求成佛的心。啊，求圆满觉悟的心。这个心叫大菩提心。发心求成佛，求究竟觉，这种念头，这种行持，就是真舍供养。大师在此地讲，等虚空之广大了，不爱四之繁多。在四相上，点点滴滴都成心。啊，为什么呢？跟你的心相应，你的心是广大而无边际。我今天一分钱的供养，我今天一粒米的供养，随着我的心量啊扩充了，也扩充到虚空法界。理如是，是亦复如是啊。那么再以全法之身，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啊。学佛的人，这个身每一个毛孔，每一个毛端，现在人讲的每一个细胞里面，都充满圆满的佛法，全法之称啊。
啊，《华严经》里面讲的大小无碍啊，十方诸佛在这个毛端上转大法轮呢，毛端没有放大，十方世界没有缩小，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啊！我们凡夫听了茫然无知啊，它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到生到极乐世界之后，那个意念呢能供无量无边诸佛，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现前就做得到。啊，这什么道理呢？你的清净遍十方佛刹，清净心啊。你的善心遍十方尘刹，你的真诚遍十方尘刹，这就都供养到了。啊，我们在观想当中变出无量无边的供具，啊，好像这是想象，不是事实啊！可是你要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们想象当中那些工具啊，十方诸佛菩萨都见到了，啊，他也都接受到了。那么在现前，我们如何落实菩萨的教诲？啊，普信、永业、勇是勇猛精进，勇是敢作敢为。儒家将智、仁、勇称为三达德。啊，勇于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但是自己能力有限，一定要借佛力加持，所以上供诸佛了，下供众生。生佛平等啊，啊，修一切供养，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为最啊，我们不怕艰难，不怕辛苦啊，我们得到这样殊胜究竟圆满的佛法，我们有心有意把佛法辗转供养一切有情众生，哪有不得佛力加持的道理？啊，再看第三尊，飘集云床诸风神，对相风扑灭一切众生，并协同。清凉大师
注解的话很有趣味啊，长风或来啊，主风什么？浮云散裂，此风忽起，此风忽然起来了，或苦并忘啊，这个亡当作消除了啊，病就没有了啊，你的祸、你的苦、你的病都没有了。注解的文不多，意思非常圆满。经文里头，菩萨以香风啊。这个香是表佛法的啊，净土里面特别重视啊，净宗讲的香光庄严呐、啊，所以我们要看到人家那个堂提倡香光堂，就知道那是念佛堂啊，那是修净土的道场。香光庄严啊，那什么香呢？啊，我们燃的这个香，那个香是表法的啊。学佛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大家唱赞呢，赞字里头有戒定真香。啊，你就明了，相代表相表界定啊，相风是什么呢？相风是界定之风啊，相又表五分化身相啊，五分化身是界定会解脱，解脱之界诸位要晓得这个意思，那这个香风就代表整个的佛法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不触戒定慧，不出五分法身的。那么再看，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无边的佛法，也不出此啊！啊，众生的病多，太多太多了。众生的病根只有三条：贪嗔痴。啊，所以一切众生的这个病毒的根源就是三种：戒定慧就是灭贪嗔痴的，啊，众生的清凉大师说得多啊。惑迷惑，会灭迷惑啊！戒能灭苦啊，定能治病啊。菩萨用的是什么风呢？
我们就晓得了，我们自己有迷惑，有苦有病，自己要知道用戒定慧三学来对治。果然把自己贪嗔痴这个病毒拔除了，你纵然这个身有病，很快就复原了，里面的病毒清除了，外面感染很容易治疗。如果里面病毒不能够清除，这个外面感染的病虽然治好了，还有复发的一天。为什么呢？你那个病没有断根啊，更是贪嗔痴慢呐！啊，我们世间人一般讲的忧虑牵挂烦恼啊，啊，自私自利，患得患失啊，这是病根呐！一定要拔除，一定要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身是有为法，心也是有为法。八十五十二二五十一心所啊，有违法了，不是真的，是假的。你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可以帮助你拔出你的病根。这样才能够拯救你的法身慧命。化身慧命能够滋养这个生命啊，使你这个生命呢得健康长寿啊，啊，自在安乐啊。再看下面第四段，净光庄严诸风神的菩萨一切众生善根，令摧灭众障山下出门。清凉大师在此地住的也住得很好，佛之庄严之风啊，善根起的作用就是佛，就是智慧啊！啊，摧坏如山之障啊！山在此的是比喻啊，比喻的障碍呀、啊。这个障碍是重障啊。是大障碍，不是小障碍啊！啊，要怎样才能够克服呢？决定在善根，我们学佛的同修，个个都有善根呐、啊。这个善根不是这一生修成的，无量在过去啊，无量劫中修成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凭藉这个，这一生才能够得人生闻佛法。
是有来历的。那么这一生能不能成就呢？说实在的话，关键在缘分。啊，是因缘，因缘具足啊，你的善根倍增啊，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如果因缘里头有欠缺，虽有善根，善根不能增长。啊，同时也要知道，无量劫来，我们的恶习气，我们的不善那个根，哦，也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啊，你看看《白法明门》里面，跟我们讲的心所啊，善心所只有十一个，不善的心所有二十六个。这就说明我们无量劫来被善的熏习，要是跟被恶的熏习两个比较一下，我们接受恶的熏习多，善的熏习少，恶的熏习力量强大，善的熏习力量薄弱。啊，纵然我们今天心善行善，很容易被一些恶缘呢干扰了。啊，比如说听到人家讲几句不好的话，我们心里会难过。啊，虽然能够很快的就能够回头，哎，你还有这个现象，你就知道这个习气多严重。啊，一生成就那是多么的艰难。啊，往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方老师常常给我讲，讲的变数多了，印象就深刻。啊，他告诉我，佛教要复兴呢，非丛林制度不可啊。啊，丛林制度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七尼、马祖、百丈这两位大师，这两位都是禅宗第八代的祖师，慧能大师的传人呐。他们两个人提倡啊，共修，一众靠众。啊，丛林制度是什么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佛教大学。啊，我听说，过去妙瞻老和尚给赵朴老就建议过，要办一所佛教大学。啊，可惜这两位老人家都往生了。我们想想，有道理。唯一有一个有制度、有规模的大学，
才能真正做到常识熏修。所以佛教大学跟世间一般大学不一样啊，它目的不一样啊，方法课程怎么能相同呢？佛教大学里面的课程是三藏经典，不但着重经典的研究讨论深解意趣，更是特别着重啊经典里面的理论德行如何落实。要不能落实，这做不到啊，佛法怎么能兴旺起来？那么我们今天有这个缘分在澳洲建立一个学院，这个学院可以扩展为大学，机缘有了。学生老师到哪里找呢？这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们要去找找不到怎么办呢？求佛，求佛菩萨了，感应道教，佛菩萨一定把那些再来人都会送到这个学校。所以我们在想象当中，这个学校将来的人数不会很多，能够有一两百人那就不得了了，这个学校可以说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都是有善根有福德，大愿大行，才会进入这个道场。这个道场的特色，没有自私自利，确确实实能做到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一切随顺佛陀教诲。我们的根本一就是大乘经教啊，特别是净土五经一论，华严、法华、楞严，般若，这是我们主修的课程呐。我们有一个、两个道友，我们也很满足。一百两百我们也不嫌多，全心全力把这桩事情做好，自度度他了。学院如何扩展为大学，不一定在我们这一生，不一定在我们这一代，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要讲因缘的，大魔祖师当年到中国，语言不成熟，但是语言有了，不是没有，他来到中国就是有了，传一个学生啊，代代都是单传啊，到第六代慧能大师这才把禅宗发扬光大了他传了43个人，可是真正把禅宗在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传遍全国全世界，不是慧能大师，马祖不让又过了两代呀、我们今天到澳洲这是个奇迹呀，如同大魔祖师初到中国一样什么时候开花结果，我想不在我这一代我们要求的是代代都有真正善知识，都有真修实践之人这个道风决定要建立我们今天建立真正的道风与学风我们搞这个绝不搞名闻利养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化解自己无量劫来的烦恼重障自己才真正在菩提道上修行正果自心化他重建佛教，把佛教导向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使社会大众耳目一新，我们干这个事情名闻利养我们连边都不沾我有这个机缘我非常欢喜我自己把我在澳洲跟慈济的银行都关闭了一切所有的完全贡献给学院我将来自己在学院里面教一门课而已
啊，我不去管理这个学员啊，所以我现在积极要找一位院长。附托他，把这一桩事情办好，这是我们佛门当前第一桩的大事业。啊，每个人都要认真努力的学习。啊，我们真的从断烦恼、断习气，从这里下手。啊，一切随顺佛陀教诲，认真的修行。啊，修行的基础我们今天不要求很多，啊，只要求把我们净宗同学守则这里面我们揭露无量寿经上的教诲62条，揭露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面44条，总共啊106条，我们天天要反省有没有做到。啊，以这个来建立我们的德行，我们绝不自欺，绝不欺人。啊，我们自己晓得，没有真实的德行，不能够接受佛菩萨的托付啊。今天佛菩萨将这个事业付托给我们，我们没有真正的德行，有一毫丝毫自欺欺人，那就全盘失败了。啊，这一失败，果报肯定在阿鼻地狱。道理、事实真相，自己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要做世尊、做弥陀、做一切诸佛真实弟子。啊，世间别人怎么做法？与我不相干呐，我自己要做到，我自己要要求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希望同学们要认真努力。啊，不辜负这一个大事因缘。啊，要自己知道珍重，知道自爱，知道
发愤勇猛精进，这里头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机缘不是容易遇到的啊，比我们遇到佛法这个机缘呢还要稀有啊，真正是啊无量劫来稀有的因缘。我们有没有能够看到，有没有能够啊体会到啊无量劫来稀有因缘？没想到在我们这一生遇到了，再想想我们不行，我们的善根福德都不够，都不够，佛现在把这个缘分交给我们了，那我们就要想到不够怎么样，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善根福德。肯定来得及，决定没有懈怠，我们也深深相信，决定能得三宝加持，龙天善神拥护肯定得到的。我们自己有坚定的信心不坏的信心，向这个目标努力这个事情做成功了，全世界的众生得福啊，我们想想还有什么事业比这个更殊胜的？没有了。我们要觉悟，要发现我这一生听从老师教诲念念不忘师门，张家大师跟我说的，你的一生都是佛菩萨给你安排，你自己不要操一点心所以我在这一生当中，我完全奉行老师教诲，无论是顺境逆境，我知道佛菩萨安排的佛菩萨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样随顺，没有成见没有自己的想法跟看法，没有完全随顺佛陀教诲，就像善导大师所说的，佛菩萨叫我们做，认真努力做，佛菩萨叫我们不要做，我们决定不违反这样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学问，成就自己的道业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我们肯定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一段。